行政長官選舉結束，李家超以1416票支持票正式成為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。李家超發表感言時，多謝每位關注選舉的人，更請太太上台接受祝賀。現在公布在2022年5月8日舉行的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，投票結果如下：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所得的支持票數是1416票，我現在宣布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選舉中當選。今天一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日子，所以再衷心感謝每一位去關心今天選舉的所有朋友和市民，亦都感謝每一位在這裡出席兼且予以鼓励的朋友。今日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就我容许我请我的太太和我一起分享一日一个这么有历史性的时刻。 Janet， 谢谢你。母亲节快乐！